我苏州老庙，警告你们，不要在太岁头上动土。今天老庙来到一个忘年交的台湾朋友家里，来给大家拍一下传说中的太岁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这些也是不同类型的太岁，那其实可以看到，这表面其实是有很多的跟饲养的东西的，它就是在不断生长的过程当中，都是价值连城的宝贝啊。这个在市场里面其实是非常贵的一个东西，而且现在太岁好像老庙听说太岁水，真的太岁水一瓶要好几万呢。这个就是这位太岁收藏家家中比较大的一块，它整个一个土太岁。土太岁其实在几种太岁，就是水太岁、石太岁、土太岁当中是最为难得的。为什么叫公太岁？大家这个器型能看明白吧？我就不多说了啊，我都摸不出来了。这个太岁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还在不断的生长当中，这边其实是它正在不断生长的一个痕迹，之前应该是被切掉过一块。然后这个太岁其实可能大家如果看这个肌理，看这个肌理是不是有点像一些牛肉啊或者猪肉的这样的一个肌理，它有一个肌肉纹。在之前的科学研究当中，像这样的一个太岁到底是什么东西？其实很多人一直不知道，直到90年代有真正被认可的太岁做了相关的研究之后，发现这个东西其实是介于原生物和捏菌复合体之间的一种终端态的生物。就是像我们平日吃的一些真菌，像蘑菇，它其实上面我们吃的部分叫子实体，下面黑色的部分才是它的真菌，而这一个东西就是整个一个真菌，它不存在所谓的子实体之类的一个分界，它是多种的真菌细菌的一个复合体，它是不断的混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现在的从现在的科学来说，并没有解决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生物这一个难题。这个就是太岁里面另外一种分类，叫石太岁。我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说是母太岁。大家看到这个表面还是有很多的菌丝生长的这样的一个痕迹，它其实还是个活体，它在不断生长。反正上次来的时候感觉就没有这么大。这个边缘大家其实可以看到啊，这个边缘还是在不断的生长，而且就是摸上去的手感，这边其实是很硬很硬的，我摸都摸不动，但这边哎就是很软，就是有点猪肉肥肉的这种感觉，这种触感。来，各位粉丝先吃。这也是个土太岁，我们一些传说当中说不能在太岁头上动土，其实从古代的角度来说，它是一种非常稀有、非常罕见的生物。你拿个锄头去森林里面挖这个东西，然后一锄头下去，然后可能很多的真菌就会飘散出来，然后吸入到就是呼吸道里面。然后在古代又没有抗生素，然后真菌的可能一些引起的病症就没法治疗。其实很多的东西，我们不要把它看成是一种迷信或者说一种传说，要以现代科学医学的方式，更加客观、更加辩证的去看一些中国的一些传说，或者中国很罕见的一些事物、一些这样的生物吧。这些就是老庙作为忘年交的朋友从一些太岁身上切下来的太岁的肉块，然后进行重新的这样的一个培养。培养之后，太岁泡水能够析出一些像 PQQ、基丁酯、核酸、多糖、钙元素等矿物质以及一些微量元素，像咖啡粉、茶叶都需要一些高温或者高压的方式去做这样的一个萃取，甚至有一些物质还需要用到化学的药剂去进行萃取。但是
太岁它其实是一种活性物质，所以它本身有很好的水溶性，一些物质就会直接释放到这个太岁水里面。根据一些研究，太岁水其实是可以让人补充一些营养物质的，并且太岁水里面的一些营养物质是人体所缺乏的，但是对于一些秦始皇追求的东西可能比较有帮助吧。好，今天老庙探访太岁这种奇特生物的节目就先做到这里。如果大家喜欢老庙的节目，记得点赞关注收藏，一键三连。庙在苏州，庙在苏州。